二三亚洲杯国奥零到二两连败，提前出局，无缘东京奥运。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北京时间1月12日晚21点15分，在泰国进行的2020年亚足联23岁以下足球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开始四组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上半场乌兹别克斯坦队占据优势，陈威屡屡做出关键扑救。第20分钟乌队6号加涅夫禁区外远射中柱弹出。第44分钟乌队的波佐诺夫突破被魏振放倒，乌队获得点球，科比洛夫主罚命中，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第62分钟主裁根据慢镜回放判罚朱晨杰禁区内手球，但陈威成功扑出科比洛夫的点球。第79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右后卫阿里季诺夫远射被魏振挡出，刚出场的图克塔西莫夫近距离补射得分。最终乌兹别克斯坦2-0战胜中国队。在还有一轮的前提下，两战全败的中国队无缘东京奥运会。七支国奥无意突围奥运是永恒梦魇，比世界杯还要难。全线溃败。三大球都要无缘奥运，还有人在自娱自乐。国奥神操作玩坏了角球，竟能越位还轰出对面边线。每支国奥都说是最弱新政加富德踢联赛97，这波太苦。全线溃败，三大球都要无缘奥运，还有人在自娱自乐。男子三大球36年来首缺席板上钉钉，金牌补不了的痛。四组的比赛全部在宋卡的丁素乐农体育场进行。第一场中国队0-1负韩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1-1平伊朗队。和第一场相比，今天两队的首发变动不大，中国队做出左后卫和中锋两处更换，乌队只更换了一名前锋。比赛开始后，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右路频频进攻。第5分钟黄聪后场拉拽阿里季诺夫犯规，6号加涅夫直接射门被陈威扑出，乱战中乌兹别克斯坦的20号阿里库洛夫抢先把球捅进球门。此时边裁举旗表示阿里库洛夫越位在先，主裁和视频助理裁判组沟通后认定越位。中国队也立刻给予对手打击，胡靖航右路送出低平球，段刘瑜截球后左脚倒地握射高出。第8分钟乌兹别克斯坦多人进攻，但23号波佐洛夫着急远射偏出。第17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3号阿里季诺夫右路传中，22号在禁区左侧科迪尔库洛夫逾越头球被陈威扑出，9号雅克西巴耶夫再射，好在角度很正，被快速起身的陈威双拳打出。第19分钟中国队在右路断球成功，即刻长传入禁区，陈彬彬飞身够射，可惜没碰到球。第20分钟乌队核心加涅夫禁区外突然远射，皮球打在左侧门柱上弹出。第22分钟19号阿里加诺夫争顶时撞到冯博轩，吃到黄牌。第28分钟加涅夫在禁区外左侧突然吊射，被早有准备的陈威打出界外。接着雅克西巴耶夫拿球强行杀入禁区左侧，好在最后一脚射门打偏。随后比赛乌队的进攻不那么顺畅，第42分钟雅克西巴耶夫禁区外右侧远射被陈威稳稳扑住来球。第44分钟波佐诺夫禁区左路突破，魏振铲断时踢到球，同时放倒了波佐诺夫，科比洛夫主罚球门右侧命中。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乌队继续强攻，第47分钟左后卫阿里加诺夫助攻上前，他的射门被魏振碰了一下后险些形成乌龙。
第49分钟被动的中国队也找到机会，陈彬彬换位到右路起左脚传中，段刘瑜高难度构射被乌队门将内马托夫接住来球。第51分钟段刘瑜铲倒阿卜杜拉耶夫吃到黄牌。第52分钟雅克西巴耶夫右路下底传中，阿布迪克里科夫摆脱中国队防守抢射稍稍偏出。第56分钟中国队用21号张凌峰换下黄聪。第59分钟田鑫换下段刘瑜。乌队继续进攻，第61分钟雅克西巴耶夫右路传中，阿布迪克里科夫在魏震和朱晨杰的强力干扰下进门头球没顶出力量。此时比赛突然暂停，裁判去看慢镜回放，阿布迪克里科夫刚才那个头球似乎打在朱晨杰手上，主裁反复观看后判罚点球，科比洛夫主罚打向球门右侧，这次陈威判断准确，他飞身把球扑出，接着快速把球死死抱住。第65分钟乌队外围再来攻势，加涅夫远射被陈威双拳打出。第68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陈彬彬开入禁区，朱晨杰飞身头球高出。第71分钟雅克西巴耶夫前场斜传，阿布迪克里科夫从中国队后卫身后杀出形成单刀，但陈威快速出击扑出了阿布迪克里科夫脚下球。22号科迪尔库洛夫连续扣转摆脱中国队两人干扰，好在他的斜射稍稍偏出。第73分钟中国队用周俊辰换下陈彬彬。第73分钟中国队获得难得机会，杨立瑜禁区外送出好球，田鑫禁区内抢射被阿里库洛夫挡出界外。第75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用8号图克塔西莫夫换下波佐洛夫。第75分钟田鑫再次抢到机会，张凌峰右路传中，田鑫头球偏出。第79分钟进球再来，阿里季诺夫助攻上前远射，球被魏震挡了一下后，图克塔西莫夫截球推射远角，2-0，乌兹别克斯坦扩大比分。第8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后场处理球踢空，胡静航带球强行杀入禁区右侧，但他的射门偏出。第84分钟乌队解围险些乌龙，但张凌峰角球毫无威胁。第85分钟乌队用11号米拉赫马多夫换下阿布迪克里科夫。第89分钟图克塔西莫夫一分钟内制造威胁，头球和小角度射门各一次，好在都没有得分。第90分钟米拉赫马多夫小角度射门被陈威扑出。最终乌兹别克斯坦2-0战胜中国队，在还有一轮的前提下，中国队无缘东京奥运会。进球1-2，科比洛夫45分钟点球进，2-8，图克塔西莫夫79分钟黄牌，19阿里加诺夫22分钟，8段刘瑜51分钟，两队首发及换人。中国国奥12陈威，14赵建飞，5朱晨杰，4魏震，15冯博轩，3黄正宇，6黄聪，10胡静航，11陈彬彬，7杨立瑜，8段刘瑜。乌兹别克斯坦国奥1内马托夫，19阿里加诺夫，20阿里库洛夫，2科比洛夫，3阿里季诺夫，22科迪尔库洛夫，4阿卜杜拉耶夫，6加涅夫，9雅克西巴耶夫，23波佐洛夫，10阿布迪克里科夫。